我他妈一波先两击啊！咱们上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。去不了，他两击我他妈打不了，被他打一套打不过。简单信号就走啊！我过不去了。 那他妈怎么过去？他妈他两击我一击，点了信号就走就行，他妈不走。那个时候不去支援他妈，你会去吗？ 让他反打我，我不死啊！他妈没有点一，我点一我都去了。他妈我学 Q 的，他两击我他妈一击，我过去送死吗？那草，我去草你，他不打我一套啊，走过去。为什么感觉大家在故意怪我？就不明白他妈故意恶心人呢？那本来就是他妈过不去，他确实两击我一击，我本来他妈就是过不去，你干嘛一直恶心人？我没看懂啊。 那确实能过去我他妈不过去用你说吗？把头埋低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。 能不能打到我？还你妈！为什么他妈有红 buff 啊？他妈现在这时间点有红 buff， 我操！ 四分多钟还有红 buff 在，不恶心人啊！确实被恶心，确实被恶心，确实被也恶心，我要打断一下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我慢点推就行了，我推的越慢，他就越难受。等着下波线来。觉得走运吗？大局。滚进去。 回春，放松，伙计。补刀压烂了，把他补刀给压烂了。虽然没单杀，但是我补刀等级碾压了。我补刀等级都是碾压他的，虽然没单杀。 去下了，别约了，兄弟。直接死吧。麻烦不断。不会又怪我不支援吗？简单信号不久，不会又怪我不支援吗？ 一下又要挂一不支援。
那他妈怎么支援我？他妈不回去出来是吧？点了两三个人头，怎么打？挠痒痒一样。我靠！怎么死个才四级？我眼瞎了吗？他妈玩是人吗，兄弟？我才看到十个，才四级啊！刚才刚五级，他妈玩弄刷子英雄，等级这么低的吗？没事。应该走的，应该走的。我经济应该比刀锋好，我吃了个两个镀层，吃了个赏金了。我可没有刮胡子。确实失误，这波没大没点火，他妈他突然这样子开我没办法，他掉闪了。没大没点火，没有闪的，他妈他突然掉闪过来，没办法，感觉没什么办法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接上了，接上了。觉得走运吗？放松，兄弟。输不了，输不了，别叫啊！都说输不了了。我操他妈打我这么痛的吗？他妈打我这么痛的吗？有点。我今晚赢的比输的多，他来去输一晚上，输一晚上，就我确实今晚赢的要比输的要多，他们来去输一晚上。试试我吧。用你说，他妈我们不懂华语好打吗？用你讲。妈这波没有大招，我有大他死了，我操！
们没有刮胡子的先锋。怎么他妈手这么贱啊，他妈这么恶心的玩意，恶心人的玩意啊，怎么他妈手这么贱啊，觉得走运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他妈有手这么贱的玩意，我操，把你手打断了，野仔，他妈有这么贱的玩意啊，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怎么死哥等级这么低啊，一般不是玩死哥等级很高吗？怎么感觉死哥等级他妈能这么低啊，我真的好恶心啊，他妈乱拼信号的，我闹不上了。这波明显有人啊，他妈乱拼信号害人了。可是鬼大出来吗？那直接没掉去。刀锋来了，靠过来一下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能不能来一下？我好害怕，能不能来一下？不去不去，兄弟，大家快跑去十一塔去啊！大家度数跑过去也打不了，也是来不及，我的血量。这他妈一个打三个是吧？这他妈一个打三个，跟我一样等级，等级要反超我的，他妈的被我打废的，被我打废的刀锋了。去死被文哥打废的野仔，他妈一下捡三个人头怎么玩，按敌我差距他妈捡人头捡起来，队友老是不走，给他机会。
又是在帮忙啊。你他妈再刷就输了，我他妈打他满头大汗这里。确实是打得满头大汗，这里你只刷输破恶心魔。应该没有看见我吧这一仔，我一套能瞄到他。喊不下来。他妈这些没能没有人吃的。试试我吧。压压吧。什么伤害他妈有这么高啊、哦、他没有赏金啊，他没赏金哪有赏金。一般我感觉十个等级很高才对，他妈他等级有点低，这十个跟对面野仔是一样的等级。攻手攻手攻手，五十啦！哎，都说走了，干嘛不走？是不是都说走了？你们那不要这样子玩，他妈恶心人是吗？那他妈说他走，你干嘛不走呢？我都说走都有点心要他妈这样子恶心人是吧，那说了走说了走干嘛这样子玩啊，妈都在干嘛，妈都他妈说了走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呢，他妈明显都说走他妈干嘛要老是这样子不听我的信号，说了他妈走啊。队员不开大感觉他是不是死了呢，师哥好像放大人杀。杜叔杜叔这波可能是大解救，这波可能是大龙的大解救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准备动手。穿穿穿好暖，穿好暖穿，确实穿啦、啊、你有什么用，确实有个暖用，这不拆吗，队友打龙就行了，妈都过来拆啊。
复活奖还是还是出银血。虚张声势吗？复活奖还是银血，我感觉复活奖很稳，稳的不能再稳了，我感觉。试试我吧，是不是应该给史哥刷的？啊，别也造，别这么玩，我操！别这样子，别这样，他妈输了！拜拜，一波完。我怎么他妈会打不过刀锋？我没有看懂，我为什么会打不过？是旁边有人还是怎么情况？我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刀锋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太没有道理了，这他妈没打过。我不没道理，他妈打不过他。我感觉没有到底打不过的，出复活甲吧，不出无尽嘛，要不出影魔刀，影魔刀或者复活甲出无尽没什么用，感觉太脆了，太脆了。我感觉我们团是比对方强。觉得走运吗？等大龙吧，等大龙。等下大龙，等下大龙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史哥没大吗？全部残血，我操！史哥大招不全收完了，史哥有大不全收完了。
快的话，出事出事出大事，路带就好了嘛，说不然，就算你残血，你给我个大，我也能杀完了。感觉要快起来了，我操！那他妈残血，你过来给个大，我感觉也能杀。好像那蓝 buff 有个真眼，好感觉是那蓝 buff 有个真眼，我操！等我活吧，等我活。别急行吗？怎么感觉队友没有卵用啊？好像感觉队友没有卵用啊！无尽还是复活奖，无尽还是复活奖。我感觉我们打团是比对面要强啊，我感觉复活奖。无尽他容易死，我感觉复活奖稳一点点，复活奖比较稳。督书集合，督书集合也宰。我靠 ，Q 他一下就宰督书。觉得强的扣六星星，觉得强扣六，我他妈没有用是吗？我他妈没有用是吗？如果觉得有用，请你打个有用。确实这把我吸的，有用的打个有用。